我觉得娃娃在传统的中国绘画中，它有一个术语叫做婴戏啊，婴儿在嬉戏，也就是 baby playing， 婴儿在嬉戏的这种纹样。那么不仅仅在陶艺领域，它在整个中国的传统绘画中，孩子他是最天真无邪的，最童心未泯的，也是最单纯的。 就全世界的孩童都一样，所以说人在最简单、最心无旁骛的年纪，就是在孩童的这个时间段。所以，因为历史是会往前走的，人也会老去的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回忆自己的童年。我叫张晨，这是我的中文名，我的英文名叫 Jack， 因为所有的国外的朋友都叫 Jack。那么我跟我的朋友们都经常会说，我说其实我就是一个陶瓷人。 就是从事陶瓷行业的人，为什么这样来界定自己？因为我既是老师，是这个也是带着单位做机构的，然后同时也是艺术家，我绘画陶瓷，创作陶瓷，我同时也是陶瓷设计师，我也做陶瓷设计。那同时我还是一个古陶瓷的收藏爱好者。 包括一个陶瓷传播者，所以说做的事情很多，我就觉得，陶瓷人是最适合我的定位的，叫陶瓷工作者。我就觉得，可能对娃娃题材的创作，既是对自己向往的童年时代的一种回忆、回顾、回味。 同时也是对这种现代的一些社会或者一种心无旁骛的一种追求，可能是想让生活中一些美好的东西，通过娃娃这样的载体，让它呈现出来这种视觉的形象和一种理念啊，一种吉祥的寓意。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，娃娃寓意多子多福，就是说你会有你的子孙后代都会很好，然后福气很好等等，对。 所以说是美好寓意的一种寄托。那么我现在的娃娃的形象是源于1000多年前的这个宋代，就中国的宋代景德镇窑的胡田窑，就是我们机构的名字胡田瓷社。因为我研究胡田窑的这种1000多年前的瓷器，我也临摹它里面的纹样，它里面就有很多没有穿衣服的大胖娃娃，我临摹了它，然后再把我以前的东西消化成，现在就形成了我的这个语言。 所以我看到翩翩起舞的福娃在欢腾跳跃或者玩耍的时候，那种感觉，我相信我的感觉是很美好的。我相信大家的感觉也是挺美好，因为很轻松、很自由的一种状态。我们中国有个圣贤叫孔子，孔夫子他曾经在他的这个理念里面提到了一个叫做“仁者见山，智者见水”。那么我们简单来说叫“见山见水”。 见仁见智，什么意思呢？他就是说，不同的人，不管你是中国的还是德国的、美国的，西方国家的，不同的人对同样一件艺术作品，都有不同的思想的理解和消化，因为每个人的观点不同，民族文化信仰不同，包括你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不同，所以说对任何一件艺术品，不管是名家的还是普通学生的，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会完全一样，但它大的趋向应该是一致的。 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学生的那个瓷片，它上一片原始的是比较简练的，线条和图案的一种构成。那么学生临摹了它，基本上学生临的当然也没有古代的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用的是硬笔来画，它的线条没有古人用毛笔画的那种潇洒和流畅。而且古代的工匠他是游刃有余，画了无数件作品，他们只是刚开始，所以临的肯定不能跟古人好。但是这就叫学习嘛。 那么他临完以后，他有个延伸稿。为什么我觉得他没有原始的好？是因为他刻意的为了改善它而改善它，他是为了改变它做了调整。他这种调整只是把它复杂化了，而且把原本提炼掉的艺术、抽象化的艺术、美化的艺术，把它变得更复杂了。所以我个人就认为这个还没有原始的好。所以学生也是这样认同的。我相信。 如果是大家同样去看这件作品，都会有类似同样的感受，所以我觉得，不管是现代陶艺也好，还是传统的陶瓷绘画、传统的陶瓷也好，没有绝对的好和坏的，没有绝对的好和坏，只要它是一件存在的作品，它就有它存在的意义。特别像我们古代2000多年前中国还没有成熟的瓷器的时候，当时的这个瓷器还只是那种原始青瓷，还没有那么白的釉。没有白的釉就没有好看的装饰，所以古人在上面只能捏一些小的东西贴在上面，烧制成，或者用针笔划一些线条，配合那种颜色比较深的这种绿色的釉，其实那种效果它很古朴，但是是当时2000多年前的陶瓷的一种无奈，因为当时的科技没有那么发达，也没有白瓷，所以说那是符合那个时期的一种审美形象。那么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多元化的、全球化的这个视野下来看这些文物也好，或者说艺术品也好，或者工艺品也好，每件东西都有它存在的历史的区间，都有它存在的意义。因为，往大来说，它是记录人类脚步往前发展的一个历史的印记，所以说都有它的必要。最多的，我觉得就是孔夫子的话叫“仁者见山，智者见水”。每个人不同的去感受它。